这个老年人倒了。我想扶一下，就是一个老人摔倒了嘛，我就想扶又不敢扶，所以就拍个视频嘛。他就是那个轮椅少了一个轮子，然后不平衡了才被倒。派出所那一会儿找到了，觉得老人嘛挺难的，这么大年纪了，那也很不耐呀。